妙法莲花经竹类品第二十二。以时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，现大神力，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诃萨顶，而作是言：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收集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今已付诸汝等，汝等应当一心留步此法，广令增益。如是三摩诸菩萨摩诃萨顶，而作是言：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收集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今已付诸汝等，汝等当受持读诵广宣此法，令一切众生普得闻之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有大慈悲，无诸悭吝，亦无所谓，能与众生佛之智慧、如来智慧、自然智慧，如来是一切众生之大施主，汝等亦应随学如来之法，勿生悭吝。于未来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信如来智慧者，当为演说此《法花经》，使得闻之，为令其人得佛慧故。若有众生不信受者，当于如来如心法中是教利起，汝等若能如是，则为以报诸佛之恩。时诸菩萨摩诃萨闻佛作是说已，皆大欢喜，遍满其身，亦加恭敬，屈躬低头合掌向佛，驱法声言：如世尊斥，当驱奉行。唯言世尊，愿不有虑。诸菩萨摩诃萨众如是三反，驱法声言：如世尊斥，当驱奉行。唯言世尊，愿不有虑。以时释迦牟尼佛令十方来诸分身佛各还本土，而作是言：诸佛各随所安，多宝佛塔还可如故。说是与时，十方无量分身诸佛坐宝树下狮子座上者及多宝佛，并上行等无边阿僧祇菩萨大众、舍利弗等声闻四众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